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雪糕仔啊。咁我收到官方可靠嘅消息，就已经确实下个礼拜会出 King， 而我已经准备好180张限时招募券啦。唔知大家有准备好未呢？咁好啦，事不宜迟，我俾大家睇埋啲信息内容。好，内容就喺呢度。咁我就星期五问过有冇下只限购嘅消息啦。咁佢就话预计4月初会有 King。咁我问系准唔准确？系准确。但是因為之前我曾經跟大家講過會出傾嘅，但是點知佢出完片嘅第二日就轉咗做金屬騎士，而今次呢就唔會有咁嘅事情再發生啦。佢就話已經，因為我已經等到確實呢個傾嘅日期先至話俾大家知，就穩陣啲。咁佢就已經確實咗下星期二或者星期三就會出傾啦。另外仲有一個附帶嘅消息就係聽日明天3月24號會有娃娃機抽專務，但是呢暫時就未清楚會出哪一個角色的專務了，大家可以期待明天新出的娃娃機。好了，這條影片到這裡了，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的一拳消息或者遊戲影片直播，大家可以訂閱我，還有記得打開個鈴鐺，就不會錯過了我的最新消息。好，多謝大家支持，拜拜。